新的朋友们，就是没有刚见过面的朋友们，然后我们就是决定来到这儿童大公园，然后想要来野餐。但是本来是想要看樱花，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樱花的感觉，不过还是可以野餐了，毕竟天气也是蛮好的。这样保有就是我的少女时代的那种形象，就是有好我一下什么吓死什么对不起继续啊为什么就是你们知道他是谁就是、可能是因为你跟很好所以他参加你没我想说因为你是超讨厌这个可以播出去吗尝试一下这道菜，觉得怎么样？很像用意大利面炒的炒面。帮你打马赛克要不要？我没有让你脸露出来，是不是很像什么？用意大利面炒的炒面。那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道？这个。这个？可是你不是说饭太软了吗？对。好，美食评论家结束。好，谢谢，拜拜。